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我是方川。那如果您是第一次观看我节目，并且觉得还不错的话，那欢迎您对我的节目进行点赞、订阅、分享。好，那谢谢您。我们开始言归正传，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莫迪 NBA 火箭队这一系列事情的后续的发展，以及一个神转折。 那么前两天呢，这个莫迪的一席推文呢，在中国激起千层浪，很多网友呢，他真是大秀爱国激情啊，并且呢，扬言抵制 NBA，抵制到死啊！中国官媒呢，也是跳出来说话。我还记得那个主持人说：“莫迪，你真是犯了规了啊，你要黄牌罚下了。”哎，就这种状态。那么经过这几天呢，我觉得应该是反 NBA 啊这种情绪达到了一个最高峰的时候。 但是呢，你发现这个情绪、这个宣传的势头，在周五、在周四的时候，啊，突然像踩了急刹车的车一样，咔，停住了。那么根据这个网上的一些消息呢，啊，人们说说北京在周四的时候就招了这些记者来，跟他们传达了精神，减少或者避免啊谈论报道 NBA 的这些相关信息，避免这个问题过热化。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政府开始出面要转向了，政府要出面把这个问题降温了。那么，政府为什么要出面把这个问题降温呢？很明显，因为呢，这个事情的后续发展其实有一些出乎了政府的意料，或者出乎了出乎了这个官方的这些想法。在这个美国举行的一些啊、呃、活动当中，啊、呃、场外有一些人就自发的。 去这个印制一些什么 “Free Hong Kong” 这样的 T 恤，然后在外面就送。那么在费城举办的一场比赛中，也是有一个人，他以前在香港住过两年，他在赛场里边呢举了一个 “Free Hong Kong” 的一个牌子，然后被保安收走了。被保安收走完了以后，这哥们儿不爽。那保安也还算客气，保安说：“说你不要让我们为难。”然后保安就把这牌收走了。牌收走完了以后，这哥们儿呢不消停，过了等比赛过了一会儿。 在这个间隙的时候，他又站台子上大喊“分裂 Hong Kong” 啊！这次呢，这个保安一看没辙了，把他呢整个给清出这个场馆去了，说我们这里边不许谈政治。那么这些事情一桩桩一件件，包括推特，包括国外的一些啊、呃、社交平台上的一些言论，让中国政府高层发现一个问题，就这事儿呢，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本来呢是想通过抵制这个 NBA 向 NBA 施压，那么是通过这件事情叫宣示中国啊对于香港问题的正确性，宣誓啊中国的政府的权威性，但是没想到这个事情通过美国怼这个 NBA 以后啊，NBA 的粉丝们这些人整个的站了出来。 本来他们其实是不 care 香港是哪里的，因为对于我们来说，香港是东方的明珠，对于是，是是是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对于这些西方这些人来说，说香港是哪儿啊？我们不认识。就像你说，你说这个印度，印度有一个重要的城市，我说我没记错的话叫叫加尔各答。中国网友们，你们关注它在哪儿吗？你关注它有怎样的地位吗？那这个城市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面，在远东地区的这个位置。 啊，甚至有可能会超过上海，是非常著名的印度的一个城市。我们关注它吗？我们都不关注它。所以说，我们都这样，何况为外国人、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这些人，都说香港是哪儿啊？我们不在意啊。但是 NBA 他们知道是什么东西。于是呢，因为这个事情，你中国政府为了香港去怼了 NBA，哎，有点意思，我看看吧。一看，香港人追求自由民主。 甭管这些人他了不了解什么情况，他一定是站在自由民主这边。就所以我上次节目我说我说追求自由，就是莫迪所说的为自由而战，在西方世界，在西方文化里边，其实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普世价值，是一个政治正确的事情。所以这些人天然就站在香港这一边，然后就开始，因、哎、为很多国家他福利特别好，自己闲着没事干，你知道吗？就是特别有所谓的正义感，特别有自己的一些表达自己政见、表达自己这个想法的一些需求。 所以呢，这个中国高层就发现说，这个事情向着他们所期望的反方向在快速的前进着，啊，如果继续的宣传这个民粹，继续的这个宣传这个中国的这些啊抵制 NBA 的这些情况的话，那么就会引发更多的人来关注，引发更多的人来支持香港，所以这跟中国的利益是不符合的，所以啊，这个事情被叫停了。 那么我们今天说这个话题，我想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前两天我做这个莫迪的这个视频的时候，有很多人在下面骂我，啊啊，说这个光头你还不懂，啊光头你多读点书吧，光头你如何如何如何，你看点东西再来再来嘚逼嘚。那么今天我们用事实来说话，我在我上期节目里边，我打了个这个比方，按照金庸老先生这个文章来打比方，两个门派，比如说赌剑也好，或者是比斗也好，没有掌门上来先上去干的，对不对？ 也没有长老上去先干的，那都是几代弟子，三代弟子先上，二代弟子先上。为什么呢？一个是打前战，另一个呢也是试试对方的身手。通过弟子就能推算出师傅的水平，然后呢，最后掌门再决定上或者不上，或者直接认输，留点面子，对不对？所以说，像莫迪这种情况下，这么说，他自己所谓的这种啊、呃、言论也好，他的观点也好，跟中国的观点不一致。 啊，但是那是他自己的观点。那么莫迪的观点，中国人不喜欢，应该谁上跟他打擂台呢？应该中国人自己上去跟他打擂台。就中国的民间，你比如说选一个人，你哪怕比如有名的，我不知道郭德纲愿不愿意接这活我估我估计我估计人郭德纲不愿意接这活啊。你可以找那种像周立波这样的，对吧？ 啊，周立波前两天不是还录了个视频嘛？啊，结果后来被封杀，被被被直接直接封号了，对吧？你可以找这样的人啊，去怼莫迪去。你们是民间对民间，政府不要进来，政府不要插手，因为不是你的这个层级。你一旦出手完了以后怎么样？你如果出手出准了，啊啊，雷厉风行一下把这东西拍下去了，没有好，就是不嫌你好，因为人觉得你是应该的，你是一个政府，你是掌门吗？ 你有水平吗？你自然可以这样做。可是你一旦压歪了，那跌人就跌到姥姥家去了。你掌门打不过刚入门的三代弟子，别人怎么想？把自己陷于被动啊！你们想感兴趣的，就详细的论点，我今天不再重复，你们去看我上一期的视频，对不对？你看现在这个事情要怎么收场？你那个央视那个主播，央视现在换的这年轻主播，说实在，我都真是都看不上眼。 不如那个已经去世那个罗京，当年一本正经，你播新闻你就播新闻，正正满满，磕磕正正的啊，义正言辞。你把新闻播好了，不要带着自己那么多的主观的那那么一种倾向性。这次这个新闻主播来说，莫迪，你真的是犯规了，犯规就要黄牌罚下啊！你要如何如何如何？你说什么呢？那除了这个啊，政府层面直接干预啊，会显得。 没有办法留后手以外呢，那么就是另一个问题，就是说民粹这个东西，或者民族自豪感这东西，啊，你可以鼓起来，但是你是很难进行快速降温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政治是肮脏的，政治讲究都是利益的交换，所以说在政客看来的话，就是说我今天朝令夕改，我是根据利益的选择，在政治圈里边没有人会嘲笑你，人们只会说你做了一个明智的选择。 但是在老百姓心里面，在朴素的老百姓的观念里面，他们是认对错更多于认实惠和价值。你比如说，通过这次的这个呃 NBA 事件，就可以看得出来，在网上很多的这个爱国青年们啊，就是网友们，他们是真心的觉得这个 NBA 和莫雷的言论伤害了到他们的民族自尊感。 伤害了他们的这种啊爱国的情怀，所以他们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愤怒。他们是觉得说我是在为中国抗争，我是在为中国发声。但在这个时候，他为之而发生的主子这个国家转向了，他为之而怒吼而战斗的国家转变了看法，转变了态度。你觉得这些人心里会怎么想？他觉得他都被卖了，你知道吗？ 他被卖了，好像是五年前、十年前有一个电影，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叫做《集结号》啊。当时《集结号》里面这个人穷其一生啊，就是在就是追问当初这个集结号到底吹了没有？吹了集结号啊，他们撤下来这些人活下来的人就是英雄，他不是逃兵。但是如果你没吹，这些人撤下来了就是逃兵。 所以后来那个视频，整个我们很多人看起来，发现我们文这个视频里边、电影里边充斥的是一种，就是被时代被抛弃的那么一种，一个退伍的老兵受到了种种苛待，被官僚主义的那种种种的刁难。所以这种感情，当时很多人看完了以后心里特别难受，包括我心里也特别难受。当时我还在国内，所以就是说。 这种情感，我相信现在在有些网友心里面是非常难受的啊！包括这个呃，昨天吧，周四在上海举行的这个比赛，整个 NBA 的场馆座无虚席。网上很多网友也在骂啊，我们在抵制 NBA 啊！你们去座无虚席，那个八千块钱一张票炒到一万六，就是这些啊、呃，网友们、球迷们去现场看球。 都会让其他的这些爱国的这些网友们感觉到一种，就是说愤怒和被背叛。更何况于国家开始降温转向，那么你国家中国，你前段时间你煽唬中国网友爱国的这第一次啊，效果不错，第二次也可以，三次凑合，你四次五次六次，人被背叛多了以后会怎么样？ 你下次再煽动，你还煽动得起来吗？这个民族的凝聚力，所谓的中国凝聚力，你还凝聚得起来吗？现在呢，我们来预测一下后面的情况的发展。现在你说这个，正所谓修刀难入鞘啊！你现在让中央说电视台说马上恢复转播，不可能啊，丢不了起这个人，下不了这个台。 可是呢，你让 NBA 总裁肖华吐口跟北京认个错，北京这边就坡下驴。我觉得我不认为中国跟 NBA 的这个总裁能有这个默契，因为通过这两天 NBA 总裁肖华他说的这个话就很明显，他说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那么啊，我们只能选择承受后果。这话是相当相当狠的一句话，叫什么？绵里藏针呐、啊。 啊，非常有韧劲儿，看起来勉勉强强，我们承受后果好像怎么样？实际上它里边带着针，在扎着你。什么针呢？就是 OK，你来。所以这个萧华这个人，从他说的这个话，你就能看得出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为了啊，咱、呃、不多说，为了理想吧。他是一个内心应该是有坚持，有点认死理的那么个人。你这样的人，你北京你派特使，你去跟萧华说，你认个错。 啊、呃，我们这边恢复你的这个什么什么转播什么的，他未必会接受你的邀请。所以呢，我觉得有可能会是什么呢？啊、呃，有可能到时候啊、呃，过两天如果北京方面发现这个 NBA 没有办法啊、呃，就是进行一个啊、呃、缓和，进行一个互相配合这么一个下台阶的这种行为的话，啊、呃，没办法向苹果公司学习这么的呃啊、呃、这么的找就坡下驴的话。 那么可能他会，中国会推出一个新的媒体，或者说是新的一些啊 app，呃、啊，在网站上，在谷歌上，或者在其他一些直播上啊，运用一些手段恢复播出啊，一些新的这些 app 啊。但是呢，这个央视呢，就是说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当没看见啊，我当没看见，让呢网友们继续在网上能继续看这个 NBA。 就完事儿了，省得呢民众闹事儿。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这么黑不提白不提，就这么拖着。呃，这个事儿呢，我们接下来再看一看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好吧？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